这次来参加汉语潮来到中国的话，你们有提前兑换了人民币吗？没有，没有换。我换了一些，但是我都没用了。哎，我们在泉州，我们该找辆车就逛逛吧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的老师告诉我，我应该有支付宝。然后我问他支付宝是什么样子，然后他说，支付宝是一个很有意思、很方便的 APP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好的。为外国人，这个支付宝会翻译对你的本国的语言，就很方便。不需要中国的银行卡，然后只要那个新西兰的银行卡，还有护照的一个照片，然后就好了。那支付宝非常方便，什么都你可以做，叫滴滴，外卖，什么都可以。中国是一个非常适合旅游的地方。我还记得我上次来的中国，回家以后，我告诉我所有的朋友，我发现了中国特别特别安全。这看起来中国的蓬勃发展，中国很方便，那我可以告诉他们，他们应该来这里中国旅游。如果你想来中国，一部手机就可以。Is it good? Do you know what it is? I don't know, but it's good. I won't tell you. You'll stop eating it. What is it?Yeah, you can tell me. It's chipworms. But why is it so good?